注意，是真的金手指。注意审题，真金子不怕火炼，真手指不会锯断。真的金手，我知道是不是把师傅手塞进去？一开始采访的时候就问你们，你觉得这个师傅有没有金手指，点石成金？你相信师傅有指谁谁红的金手指吗？相信。据传说，我有一个金手指。师傅这肉手啊，叫真金手指。那现在他说拿真的金手指来，如果说师傅那个手就是肉手啊，是金手指，但是有点危险性啊，觉得是不是？把师傅手指塞门里啊？走吧，试试呗，骗过来啊？真把师傅弄过来啊？抬过来呗。行。来，您起身吧。说走就走啊？你手机我给你拿。哎呀，哎呀。嘿，哎呀，我买了一车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 Transform and roll up！ 哎呦喂，您这肉还行，真瓷实，哎，还行吧？这是个乐趣啊！来来来，一楼就是。师傅，您的屁股能不能跟那上搭一下？你是说我淡一下是吗？对，淡一下，我还稍微轻了点。哎呀，来，这个月份其实海鲜下来了。你驮着我来问堂哥买皮皮虾，我花钱。师傅，你别说那个，又出了门你就臊的很。这边是吧？这边这边近，这边近。我跟你说，我就得亏没穿大皮鞋，我都快掉下来了。我这拖着您呢。我们去趟塘沽吃海鲜，一会儿就回来啊。我实在不行了。来来，换我，裤衩子掉下来了。关键走。嘿，健步如飞了。不热闹，阳开不阳？阳开我不阳。行，你慢点，别，待会儿我回来背你们啊。别。行，厉害。健身有好处，嗯。师傅，那你要不说我好还好，我能喘点气儿。哦，你早说，我还以为你累叫声，我还以为那能哭着点呢。我跑不快，师傅。哎，来背这儿来，背这儿来。哎，往过来背。你看，起哄的来了吧？来嘞，我还说我背去呢。来来来，栾玉明，来，你行了吧？要他命了。行了，下来吧，下来。到了没有？到了，没事，在哪儿了？那边就在那儿，那咱走过去，走。别，可以了，背到底儿，背到底儿，可以了，背到这儿了。走，我行吗？走。哎呦，你说，哎呦，我踩，哎呦，还有比这坏的吗？太坏了，还没到。好，看来到了，看来到了。先生上次在街上这么玩的，好多年前了吧？哎呀，就是这儿吗？是。师傅来了啊！有人吗？里边？有人。行嘞，我手跟这儿了啊。还真吓人，没人理我。验证中，哎呀，坏了！你们看看这怎么办啊？啊！您这只手指不是金手指，不是啊？您这也不是？不是啊！你瞧这玩意儿，白背来了。他挺沉重啊，他。我这不行啊，月哥。又要不你试试？走啊，我拉着你去。来，岳云鹏来了。来，刘小婷，这是我伸进去的啊。验证中，请稍后。验证中啊。验证成功。啊？啊，哎，你说什么呢？主人，欢迎回家。他成功了，我成功了。人说的是成功了。门开了。对不起，师傅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师傅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师傅，您只能带一个人进去。暂去。哎呀，您去。啊，好，一个不去的了。幸运降临了吗？去也白去。那您觉得谁？秦霄贤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我行吗？老秦，走。你去吧，试试去吧。什么意思？开门，必须得一人一只手摁门才可以。欢迎新的主人，您是新的主人，按着您的手印。啊，还真的呀！金手指，主人交给你。金手指交接成功，恭喜啊！月月把你自己的金手指交给金小姐。谢谢岳哥，不客气。哦，好，那我们走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成功了吗？成功了。哎呀，嘿，成功了。他是什么意思呢？师傅把那金手指给我了，我就是那个金手指。然后呢？然后进去之后，我们俩心连心，然后就把这金手指传给他了。哇！现在金手指拿到了，在秦孝贤这儿了啊。咱们是为了选搭档，现在您已经获得了这个资格了。秦孝贤，你是接下来的金手指，我们现在去游泳馆，你将有优先选择搭档的机会。走。今天这个围绕着金手指一直在忙活啊，争夺战。为什么到最后是岳云鹏的手放在门口，那个门打开了？为什么？因为里边管开门的叫刘小平啊，是他徒弟啊。玩笑说玩笑，他的成绩有目共睹，大家看出来，单凭金手指你怎么捅你怎么杵，你把他杵得烂了他也成不了，还是需要努力奋进。所以单凭金手指，单凭一个幻想成不了事儿。理解了吧？哦，理解了。今天这个只有金霄贤与众不同，你一会儿跟着我走，跟着谦大爷走啊。好，好，各位，接下来你们要各就各位，都行，随便站，自己挑号啊，挑个吉祥的号啊。等等，哇，你们先挑，剩一个是我的。